安全的地方躲一下。 殿下，殿下，大胆路远，竟敢行刺本王！殿下，下官真不知武吉行刺，请殿下相信，今日下官一定手刃刺客，以证下官之清白。
殿下，快走！殿下，从这边。殿下，咱们先在这躲一躲吧。 你是不是陆远的人？刘一刚，这天底下想要杀你的人，何止陆远一人？ 彭城王要活口，你敢违令？彭城王尚未回内府，赶快去找。我们分头去找。